各位小老大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最喜爱的小鬼头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嘴小鬼头。上期的谜语你猜出来了没有啊？真皮红泳衣，四个柱一起，雪道一出现，坐船滑走起，是哪位僵尸？经过小老大们的帮忙，小鬼头得出了答案，是雪橇僵尸小队。小鬼头不错嘛。那老大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游戏吧。那这次有惩罚吗？没惩罚不玩啊。老大，有的有的。惩罚一，每次说完一句话，老大你就把小花姐暴揍一顿。惩罚二，让大嘴读这几个字。小鬼头，你怎么读个惩罚也慢吞吞的？让大嘴读几个字。小鬼头真帅。金毛得逞了。小鬼头你招打。惩罚三，大嘴每说一句话就说我是一头猪。小鬼头就没有一个稍微好点的评论吗？老大有的。惩罚四，绕口令。这个我拿手，我就选这个了。本期素材来源于这位网友，感谢。素材略有修改，本期主题为枪林弹雨，植物阵容为双方射手、机枪射手、狙击豌豆、豌豆射手，僵尸阵容为微科技射箭僵尸、微科技压制者机器人、微科技悬浮机器人、微科技履带车。先下手为强，我选狙击豌豆。老大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卑鄙的老大，那我选机枪射手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战术，战术。小鬼头学着点。找借口说你最强。大傻逼飞！我再来一个豌豆射手好了。老大，你还是有点良心的，还知道留个双发射手给我。下面选僵尸了，我要 Z 科技悬浮机器人。小鬼头选挺快的，可惜没选到最好的。那我要 Z 科技磁暴履带车。我电。你是没看清，选快了。那我选 Z 科技射线僵尸。那压制者机器人就归我了。接下来是增益时间，本期随机事件如下：一，这枪质量不好，炸膛了 ，Z 科技射线僵尸变成搏击手僵尸；二，取长补短 ，Z 科技射线僵尸变成 Z 科技堡垒机器人；三，死而后已。己方增加三个先锋橄榄球僵尸。四，洪荒之力，己方增加三个橄榄巨石。五，力量倍增，我方增加三个搏击手僵尸和三个艳黄花。六，绝对力量，开天辟地，我方所有植物和僵尸消失，变成九个橄榄巨石和三个普通巨石。呵呵，这次的随机事件都对我挺好的。Nice， 小鬼头，祝你摇到一啊！老大真讨厌，幸运女神保佑。三，死而后已，己方增加三个先锋橄榄球僵尸，呵呵，好耶！小鬼头运气真不赖呀，两给我了，幸运女神保佑。咦，这一枪质量不好，炸膛了。Z 科技射线僵尸变成搏击手僵尸，嘿嘿嘿，小鬼头，你的射线僵尸没了。但小鬼头，我感觉搏击手僵尸更帅气一些。双方阵容摆放完毕，战斗开始了。这实力有点不相上下呀。老大，我赢了，接受惩罚吧。好吧，愿赌服输。吃一口橙子，咬一口橘子；吃一口橘子，咬一口橙子。橙子比橘子大，橘子不比橙子大；橘子比橙子小，橙子不比橘子小。橙子放在橘子下，橘子站在橙子上。简简单单。那么小老大们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欢迎小老大们在评论区里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